再来关注俄乌冲突。据总台记者发回的消息，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至早晨接连传来巨大爆炸声，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。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报道，基辅、哈尔科夫州、敖德萨州、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遭到俄军远程打击。乌克兰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，乌全境实施紧急停电举措。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说法，俄罗斯方面尚未发布相关的消息。